谢谢主席哈，因为我这个时间过了，给我文章非常感激哈。秘书长哦，还有没有各位同仁、各位官员，媒体同仁、工作同仁，大家好，大家好，请秘书长一下吧。好，江委员你好哈。刚才我们这个委员所讲，你也是重建会的执行长嘛哈？是。那我想这个哈，刚才有些的。我们的高金委员所讲的一些哈、关于这个我们这个这个经费拨出去以后哈、我个人有这种感受啦，因为根据我们这里面的我们的这种这个条款里面所讲，就是我们的重建会啊，对这个以后这个经费啊，或是建筑啊，它有这个审核啊，有监督的这个执着的所在嘛，对不对？但是我想在这种情况来讲的话哈、我们现在这个重建会哈、把这个经费拨出去以后啊，在这个监督方面呢、恐怕要加强了哈，尤其是这个县市的这种这个情形。上次我跟那个陈副执行长也讲过这个问题，我们希望能够加强。为什么他为什么会这么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好好去跟他，但我们人力不够了，说实在的了。但是他们就是你给他以后，你都没给他监督啊，他就永远就会把你半拍的。所以我是没有什么其他的说这个扣责怎么样，就是因为人员的关系。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说，既然我们是一个啊这个执行长、副执行长，我们也是希望说有对这个监督啊能够加强。好、这个跟这个执行长做这个秘书长做一个报告哈、那另外这个这个我不要这个执行长您秘书长您解释了哈、最主要是说现在哈、有这个案件，我跟这个这个秘书长做一个报告哈、在这个丰原的这种这个921的88年的时候，921的时候、这个丰原的这种这个向阳永造的这个大楼的倒塌的这种事件里面、那么最近呢有好几个这种这个罹难的这种这个住户啊，他在提起啦、当然这个我不是非常了解，但是啊他们认为说啊，像政府、去反映都没有得到啊、这个一个结果。他们这几样说，这个当时921的时候啊，这个丰原的这个向阳跟永造的这个大楼倒塌以后啊，他这里面的这种这个罹难者啊，当时政府啊给他们的文件啊，内政部有给他这样回文了、齁，我想这个时候秘书长也晓得、他说齁、这个为领取这个县市政府然后、前财团法人921赈灾重建基金会死亡这个赈助金啊，或者行政院长慰问金的时候啊，才可以在专案的申请补助啦齁、补发啦。那他后来就是说领到了这个所谓他的这个他的这种救济金哦，都是属于这个行政院的跟这个县市政府发的，就政府发的。但是他认为说哈、当时我们很多捐款300多亿啊，给这个所谓我们的这种这个赈灾重建基金呢啊这个会啊，做一种死亡的这个赈助金的情形，后来都没有了。那是不是说放在这里面？那当时的公文是说你是有这个县市政府的财团法人的这个赈助金的，还有行政院的这个慰问金的。那现在所领到的就是属于啊这个县市政府跟这个行政院长的这个慰问金。那至于说这个基金会的，不晓得这300亿啊用在哪里的，他们要晓得了，为什么没有给他们钱？秘书长，你还记得这样吗？他讲哈，这个921当时我们看到台湾我们国人的爱心啊，那么大家都踊跃捐书啊，对，所以当时就我们整个大概基金这个有一下子捐款有200多亿。啊，所以为了实际200多亿正花在稻谷上面，他们成立一个921重建的那个民间的那个基金会啊，是由民间来管理的。那么这个基金会呢，大概也做了很多的事啊，那么都把钱花在稻谷上面。那么当然到这个整个这个基金会结束以后呢，他还留一点点钱呢、就还是转给那个赈灾基金会啊，继续做慰劳的业务啊。继续做慰劳业务。那刚才您讲的这个个案的部分呢、应该当时县市政府拿到的这个钱跟中央的钱给民众的部分呢、应该都有一个这个基准在那边发放啊。不，这个我晓得，这个他们不是说少或者怎么样，不是这个意思，而说当时公文和内政部给他公文的时候，是包括这个基金会的这个赈助金的在里面，但后来给他的公文啊都没有这样。他说这样的钱当然你用在别的地方没有错，但是当时的公文说你还是要给他钱啊，但没有啊。啊，他如果说这个钱是拿到哪里去？刚才秘书长也讲说可能用在其他地方去了，但是有剩余怎么样的话，为什么没有给他们呢、他是这样讲了、不是，他这个剩余的钱不是说就拿来大家分掉，不是这样哈、不是。就是给他这个救助啊，他当然是在公文上面。他那个救助已经有一个标准，让死亡给100万嘛，哈、当时重伤是给20万嘛，哈、
那么这个都是已经有一定的标准在那边。那这个标准的钱，就好像这次我们八八也是一样，我们是给100万，但100万的钱呢，给100万的钱，它是由政府加捐款到政府来的，政府再发出去的。好，那这样哦，这个总额100万，郑明长，基金还在给公文给你呢，你把我解释清楚了。好，我把它弄清楚。我跟这个所谓罹难者的家属跟他们解释清楚，我们给他说明。不然他现在在 IIAN 的这种情形嘛，好吧，我们给他说清楚，好不好？他总共就100万了。哦，好。那另外哦，第二个哦，就是说哦，上次我在这种这个政团这个早上的这个党政协调会的时候跟秘书长讲过，然后秘书长后来也到这嘉义去了哈，到这个南部去解释这个手术税的这种问题嘛。那这个讲了，当然我想我跟您讲了以后，你说叫谁来跟我问？也没有跟我讲，你就先到这个南部去了。没有。那后来跟我讲了，我晓得这个是很好的事情，解决了。但是你在南部人都晓得了，我跟他讲我都晓得了，你们秘书长都来跟我讲过了。所以我的那个讲的这个没有用啊，所以我跟秘书长报告就是说哦，我已经讲很久了。那你假如说这个要去跟别人讲的话，要跟我们先讲一下，我们才跟他可以交代嘛。哎，我请财政部长跟你报告。有啊，他可以报告，但是我报告的时候，我讲的时候你已经到南部去了、啊。我们也到南部了，大概他们是来。不晓得他是这样讲啦，那没有关系。现在他们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不好，一分钟了哈，就是说，在这个情形来讲的话哦，这个情形来讲是说，它里面有一次我们现在这个营业人，反正第一次的。这个移转都不要税嘛，这个目前是这样嘛，对不对？营业就要这种这个低税的移转都不要税了嘛。那不是，那就总之是非投机的，那么是投资型的，那么是合情合理正常的。对啊，都是不在扩征范围。他是说讲营业人啊，他现在一个又来一个讲是说他这个所谓自然人哈、哦，是不是涵盖这里面？我会公文给你们了、啊，好不好？那这部分我请财政部再跟你说明清楚，好不好？好，谢谢。好，谢谢。